举多事儿多熬夜多养生多多谷粒多。本节目由谷物牛奶内行品牌谷粒多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认真生活自有一套的全系时尚厨电华帝特约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超超超超超好吃的趣多多巧克力味曲奇赞助播出。谷粒多什么？就是燕麦多多牛奶多养生多多多多的谷粒多啊！谷粒多邀请您观看德云逗笑社第二季。书接上文。结束了程序员的三方博弈，相声舞台上大战那是一触即发呀，死不两立。这个人就疯了，你不爱我了，我的儿啊，就是我呀。师傅，你看他，哦，这是眼看着决赛在即，这一次的比拼那可是非同小可呀，直接决定了每一个人是否有希望成为最后的钢蹦男孩。众人也是啊，不敢怠慢，各自那是厉兵秣马，随时准备着一场拳脚之争。我们请今天这个项目经理来，他今天一直监督了你们工作了啊。好，在我们的这个开发项目的过程中，然后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问题。哦，那我们要有相应的惩罚出你们的水。惩罚就是把水蒯出去。哦，来吧，我们不怕，我们不怕。秦霄贤师叔乐不思蜀迟到扣300毫升，杨九郎师叔因为迟到扣300毫升。够，我先打，我一会儿马上把水补回来，行吗？水还拿走。你不行，你先拿水再玩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你直接把桶拿走，都给你们了。这里的不在够这里头。你们俩是不是一队的呀？对对。啊，那就600，这就肉都淤了，连桶都给人家了啊。有留点是点，看他们，看他们了啊，听他们的啊。烧饼师叔稀释了那个桶里的水，稀释谁了？他喝矿泉水喝一半之后倒里边了。哦，有吗？没这事儿啊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得罚多少？这个您定吧，爷爷。哪是烧饼呢？多的那个是，就是最多那个。这个啊，那他们不在乎这个啊。哎，他们是不是罚完之后没咱多呀？于老师，您说多少合适？罚个，刚才你们罚多少？600，都罚350，过分过分了啊！规矩是罚350，得了，罚300得了。谢谢师叔，他又开心了。还有一个，孟鹤堂师叔偷了那个衣袋罩里的水，有被发现了啊？对。只要他们发现不了就没问题，这是绝对绝对得罚我，这就罚700吧，好吧。他是这样啊，他往里边啊兑水啊稀释啊，这好歹还是一个小聪明的表现，罚300。你那个偷这个不好听了，丢人呐，就被人发现了。我来，丢人呐，丢人呐，丢人呐，我那块700，700准的。行了，好，来，根据结果显示，今天制霸三国的队伍。就是轮队，这是完美轮队，感谢其他两队大力的配合，大力的大力的。我们之前说过啊，如果能够制霸三国的队伍呢，明天将在相声竞演当中获得优势。哎呦，但是明天因为这终归他踢馆赛，是不是？对，咱要跟原来一样，你还有提成券什么的，可能这就不好弄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正式宣布，从本场竞演开始，提成券取消，观众投多少就是多少，都是30%。啊，虽然没有了提成券，但是赢了也不是白赢。按照你们今天三队的成绩，成绩最好的队伍将优先获得挑选场口的权利。哦，哎，是不是好开心啊？来吧，按照刚才这个顺序，你们三队
轮流提出来你想要的场口啊。饼哥，饼哥先选几场？饼哥，啊，先把豆二挑了吧。你挑你。那咱们选，我们选五场。五场。啊，先选轮行，啊，阿伦，小孟挑一个快。你先来底。行行行，孟底，然后后面那队呢？我排三或者四，三场。饼哥四场，饼哥四场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来那二场呗。二场，咱得好好选选了吧。就快别拿起就说，想一想。师傅您说吧，我说个六吧。咱们挑错吧，师傅。就剩一开场了。好，场口决定出来了。我要问秦霄贤一个问题，说三国这个书为什么叫三国？我想蹲会儿，是吧？我还是蹲下吧。我再换一个人，希望我徒弟给我露脸啊！曹鹤阳，告诉他们。我蹲会儿。哎，咱们老包袱啊！对呀、啊，老包袱啊，老包袱啊！这里边带三字的多呀。是有三顾茅庐。哎，还有呢？三气周瑜，虎牢关三英战吕布。有了，最后一回叫。三分。归统，蒋孙浩三分归统，蒋孙浩三分归统。对，哎，这个三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字啊，你喜不喜欢这个三啊？喜欢。太好了啊！于老师说喜欢三这个数字，我建议，明天咱们的题目就从三上开始。哦，喜不喜欢？好不好？好。但是我要介绍一下，因为咱们终归这是踢馆赛。这场比赛直接会决定进入决赛的人选，也决定了哪些人继续保留能够竞选钢蹦男孩的资格。这一次100观众，每人有6枚钢蹦来为你们表现投票，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要好生的准备，明天现场见喽。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剧本，电视剧啊，卖个电视剧还用导演来？这个破包袱很有可破啊！那马上对了，先大概其知道什么意思。嗯 ，OK， 咱先把这个梁子捋出来哈。那我也自我介绍，我想啊，你这什么舌头？这也不是腿的活呀。非常粗糙，现在想给他改正，因为很难受，你发现了？还行。有一难受的问题就是前边啰嗦，然后中间人物掰的不清楚，就中间那些广告有脱节的地方，而且还有码不整齐的地方。现在听了听栾哥是腿子，哟，喊咋着喊我？喊我？这是谁呀、啊？九男，啊，也拌嘴不老嘴。你看看他，我让你看你就看他，啊？还有谁？咱俩离太远了，哥。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不会的，这不是一转摸吗？咱俩这么着不冲帘子说吗？桌都摆好了，这不一转摸，我这假装就进来了，踏一步就进来了。老叔，啊，或者你跟我在我边上也成。对，我以为我是这边的。对，你在我这儿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在后边冲着冲帘子。对，这边是帘子，这我是边。对，好。还不如再琢磨琢磨。我琢磨琢磨。窗台，你给我滚开。行了，行了，来行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这样的呀。咱这回屋的商量点事儿就行。为什么跟我这种态度？我问你什么？你是不耐烦了吗？为什么要跟我这么说话呀？多了，为什么？咱顺一遍啊。我的愿望就是掌管德云社。哦，野心不小啊。这边的剧本。孟母三迁，不是，刚才不是那么对的。约法是几张？约法是几张啊？三张。哎，狡兔是三窟啊。孟母是三迁。几几大顺呢？三三大顺啊。哎，不顺，不顺的啊。对，两个顺序不对啊。嗯，第一方是三是第二个字儿，四个字成语来说，第一方是三是第二个字，第二方是三是第三个字。对吧？六六大顺是三三大顺是第一二字，而我对这些比较严谨啊，不动是吧？一点都不动，敌也不好。楼上楼下坐了那么多人啊，
楼上如果实在是太寂寞，可以往下坐一坐啊，下面还有空座。接下来节目会比较精彩，大家伙呢可以放松心情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呢，我们改天再想。今天来，目的就是开心，就是高兴。您的笑声，您的掌声，对我们演员来说是强心针，希望您鼓励每一对演员啊。接下来呢是一共六场节目，分三个队，一个是秦霄贤做队长，一个是张鹤伦做队长，一个是孟鹤堂做队长啊。啊，当然你有可能不认识我，我叫岳云鹏啊。比他们还是要略红一点。好了啊，我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啊，接下来张九龄、杨九郎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。谢谢您啊，哎，来到这个深圳演出特别的高兴开心。今天是这个逗笑社第二季的这个录制现场，眼瞅就收官了。嗯，来了这么多朋友。嗯，昨天我们也体验了在座各位在工作时候的那种状态，我们体会了一下，就是程序员的一天。嗯，特别的辛苦啊。嗯，每天开发一些程序，嗯，为咱们的生活呀带来一点这个便利，带来色彩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都有优秀。张九龄、杨九郎，哎，向所有的朋友们致敬。哎，辛苦了，朋友们，辛苦。哎，嗯，九郎啊，今天咱们哥俩，嗯，背着王九龙演出，高兴吗？不是，咱俩是亏什么心了吗？咱俩亏什么心了？演出就演出吧，干嘛还背着王九龙一块儿？你看看逗笑社这么好的平台，嗯，咱们哥仨来之前说了，嗯，第二季有机会，哦，咱来个三个人的群口啊。今儿咱哥俩先演了，哦，我这形容词不过分呢。不是，您考虑到这一点，有点算多虑了。哎，背着他演出开心吗？您不能这么说。嗯，但是你说我一琢磨吧，我也有点担心。你说哥这咱们一起演出，那王九龙不会生气吧？不是我那意思呀，哥哥，就是，那咱们在一起演出，王九龙不会吃醋吧？不是，我想表达哥哥，怎么几天不见你怎么说话变声变调？不是，本身我就这样，本身就这样。你呀，啊，完全多虑了。怎么在座的要是对咱们熟悉的朋友啊，嗯，估计都清楚，在整个德云社咱们哥仨的关系，啊，那没得说呀。啊，可以说是铁三角。哎，肯定是好朋友啊，莫逆。而且各位经过我的研究啊，这三个人交朋友，嗯，他特别的正能量，特别的好啊。您说就是稳定吗？比如您说俩人交朋友啊，要产生点矛盾分歧了怎么办？出事了。怎么出事了呢？这俩人谁也不理谁了，又闹掰了，中间连个调和的都没有，这冷战啊。要是四个人交朋友呢，嗯，俩俩一头，哦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那不跟俩人一样吗？哎，三个人就特别的好啊，这就好了，发生点矛盾分歧了，嗯，两个揍一个，对，对不对？您先把那给打服了，他就好了。您先等一会儿，您先等一会儿，这打架不行啊，打架不行，中间的人得劝和。哎，我就觉得啊，这个三这个数字特别的稳定。哦，你说三这数字好。哎，而且在咱们生活中，这个三呀，啊，特别的重要，无处不见吗？你试着你总结一下啊，嗯，我说几个那个成语，你总结这里边的特点。我也体会体会啊，有这个，颠三倒四，颠三倒，有，常这么说。总结特点啊，颠三倒四。他就算宽着的了，对呀，啊，就算鸡公就算扎实的，正经娃娃腿儿，推三祖四，猫三狗四，张三李四，丢三辣四，发现一个特点了，朋友，我发现了，这里边有一个特点呀，啊，有一个特点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四很重要啊。你有毛病？谁跟你聊四了？就四很重，都有四。我这紧着说三重要啊，我没体会三，三是很重要的。哦，我启发启发你啊，嗯嗯，几足鼎立啊？三足鼎立。哎，嗯。几更半夜呀？三更半夜。几声有幸啊？三声有幸。几天不打呀？上房揭瓦呀。干嘛去？干嘛去？谁问你下半句了？什么？问你上半句。上半句。这
几天不打哦，三天不打，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你这人你不了解成语，是你是不了解我妈。咱没聊家庭的事，我妈狠着呢。哎，您说是不是这个三是很重要的？哎，是无处不见。哎，咱都不说这个了，在生活当中，处处的事事小情都离不开三。您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杨九郎吧，要出去交朋友去，这里就得有个三呢。怎么？你得看这交朋友的三观正不正。哦，这三观得一致。这里是不是有三？是是。您要是朋友们到了这个法定的节假日，咱们在加班啊，咱得合理合法的要求三薪。哎，我这能多挣点，哎，多挣钱，要打篮球多得分，嗯，投那叫三分球，哎，对，禁区外。要是长大了搞对象，嗯，您得搞三个对象。就是，你先等，你先等，我再撑着，我再，我搞什么叫撑着？我搞三个对象干什么呀？我搞一个，我也没说你同时搞三个对象。啊，请说出你的故事。对。我有点想，你给讲讲。想多了，有点。没说同时搞三个呀，就搞一个挺好。就搞一个对象，一个对象，就搞一个对象，也有三的。哪有三呀？你跟你对象，三天一打架，一天撒嘴巴，你是不是说的就是你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这解恨呢，是不是你这？什么解恨呢？不是，我们感情我们很和谐，感情和谐，不打架，不打，那也得有拌嘴的时候，不是吵两句嘴呗，在所难免呀，有点小矛盾，一吵嘴这不就有三了吗？哪有三呀？你跟你媳妇一吵架，你也不懂得哄人姑娘开心，嗨，拿手机一看坏了，给你微信删了，对，删了呀，那不得给你微删除了吗？咱别谐音梗行不行？这块啊，哪没有删了，这删了。是哦，那念山呀，念山了。哦，那念我一直也三粗三粗的呢，我以为啊，哦，吃的那叫山竹，不是三竹是吧？多新鲜！我说买老买不着呢，啊，那叫山竹，搜都搜不着，山竹是不是处处都离不开三？这有点太绝对了。我接着给你举例子，没太体现。咱都甭说生活当中了啊啊！我一说这个台上，我们这个演出，您说相声，都离不开三。演出怎么能离不开三呢？各位，您帮我算着啊，是不是句句它都有三？说相声，从小学艺，对，咱得用功，是讲究叫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有三了。我们得用功。小时候学艺，咱听听老先生的范本，是相声泰斗叫马，马三立，有三了。台上说的传统节目，很经典的一段叫《三字经》。啊，有这文根打的快板三节百花巷，三节百花巷，对对对，活跃活跃气氛。许您唱一段京剧《三家店》。哎，他唱的最好，不要说我，不要说我。三家店，这是不是都有三呀？是是是。学相声多少年了？学相声12年，都12年了。是，一共学会了三段。对，这就有三了。我太废物了吧我？谁告诉你我会三段啊？啊，我会两段。两段还嚷嚷的兄弟，我会两段。我记得你以前不是会过三段吗？那段不可乐，人要不乐，我就会两段，给删了那段，是不是？那段就给删了啊！有一段不可乐给删了，对，删除了啊。那你也有三，我就两段，就会两段，没有三。两段说出来都能乐吗？两都能乐吗？反正有时候都乐，有时候都乐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一共能逗乐台底下仨观众，别来这套啊！俩观众。你是真不要脸呢、啊、你是俩观众逗乐，俩观众哪有三？哦，我记着有一回观众满起满座，哎呀，他确实给逗乐了两个观众。是那天我记忆犹新他在三队和三哥说的三节会嘛。对不对？这个呀，你累了你知道吗？你累了啊。什么累了？找不着三愣找是吧？你不在三队和三哥？您听这话啊，我在三队跟三哥演的三节会，我哪个字我也跑不了啊！都有三，你甭废话啊，少来这套。我跟你说，我呀、啊，我在四队，我跟四哥演的四方师，啊，你还是得去三队。我不去，我后来我又去五队了，我去五队，我跟五哥演的五宏图，我又走了，我上六队了，我上六队，我跟六哥演的六口人，我又上七队了，我上七队，我跟七哥演的反七口，我又回八队了，我上八队，我跟八哥演的八大吉祥。我又回九队了，我去九队跟九哥演的九阴闹公堂。你什么时候去的九队啊？你甭管、啊，你告诉我九队九哥是谁，我回去就开除了他，我就。这都岳云鹏给我安排的，知道吗？爱乐不乐，真是。就昨天晚上岳哥说这包我准能乐，对不对？没有三，
哪有三？你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儿还就得给你找出三来。我找三，我非得给你找出三来。哪有三？杨九郎，你别不服气，我听听。那咱就是找一回三。找杨九郎这人，我特别的了解。好吧，从小品学兼优，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他们都夸我。哎，上小学的时候团结同学，是我榜样，尊师重道，都爱我。学校为了表扬您，到了期末给您发了一个处分。哪有三？告诉我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学校行吗？处分，您这么优秀的孩子给一处分？对，您没明白我那意思。卷子没写名，观众都懂了。我那意思啊，这个学校说您呢，学习好，这个身体好，是品德好，所以发您一证书，上面写着四个大字：留校查看。哪有三？都这么好，还留校查看呢？哪有三？那也有三呢。哪有三？你别着急啊，给你，你不光上过小学呀，对不对？你还得九年义务教育啊。你还得上初中呢，我得升学。小学六年，初中上了几年？一年半。一年半，哪有三？你会算数吗？哪有三？瓷器，你会算数吗？瓷，怎么一年半呢？我们初中都三年，胡搅蛮缠不行啊。那我跳级了，知道吗？跳级了。哎，对。哎，高中你上了几年？高中没上，没上。您不都跳级了？高中怎么？我直接跳大学了，跳大学了。好，真有三呀、啊？那我也给你找出三来。哪有三？别较劲啊！九郎这个人，我想想哪儿？九郎这个人，我是最理解的。您说，哎，我了解他。他除了这个说相声啊，您看他头两年特别胖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他爱吃。哦，对，我喜欢美食，是不是爱吃？对对对，哎，他老爱吃那个不是特别营养健康快餐啊，快点便捷，这毛病得改改。是是是，有这么一种快餐，上面是面包，上面下面两片面包，中间夹着肉，这快餐叫肉夹馍。哪有三？你说那是中式快餐，我说这是西式快餐，上下面包，中间夹肉，那叫汉堡包啊。哪有三？他除了汉堡包，他又叫什么呀？热狗。它是三角形的那个叫什么呀？没吃过，没吃过，去溜达溜达，去。您就说三明治怎么了？您不能一直问，我没听说过，就不说是吧？哪有三？好嘞，九郎，我理了解你，我接着聊别的，对不对？哪有啊？九郎这人浑身都是优点呀，我呀，浑身优点。他除了好吃，他靠看电影。哎，我喜欢大荧幕。哎呀，那会儿老上电影院追那个院线电影。是，阿凡达看过吗？好几年了吗？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呀？啊，他那个画质画感都不一样啊，高科技，看那玩意儿费劲呀。是，您往这小椅子上一坐，工作人员给您演。上为了提高观感戴的那东西叫眼罩，眼罩。你现在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看阿凡达您戴眼罩啊？对，那看得见什么呀，大哥？我不看呀，我不看呀，我就为睡觉啊，我困了，行吗？那你怎么不戴根鞋带呢？你怎么不？张小玲，你礼貌吗？你礼貌吗？你礼貌？我说找三，找鞋带干什么你？你那三的眼镜你就说出来不完了吗？我没戴过，没戴，我戴鞋带，不是，我戴眼罩。好，哎，我就不信我找不着。挺好，您不给他加一分吗？每个人得加一。对，这大字母差谁都不行。大字母。西游记敢聊吗？可以啊。敢不敢来西游记？来西游记。哪有三？西唐三。哎，西游记可有的聊了。什么聊？西游记啊，主人公叫什么？是人西游记主人公玉帝哥哥。他不会生气吧？玉帝哥哥，我再给你一机会。玉帝哥哥，我鞋带呢？玉帝哥，绿里绿气的表率，您就我问你啊，三玉帝哥哥也行啊，玉帝哥哥，玉帝哥哥啊，玉帝哥哥啊，就这人物啊，咱就聊他啊，他还有一个别的名字啊，叫什么？唐僧。哎，唐僧还有一个名字，唐玄奘。唐玄奘还有一名字，迟重瑞。是，我说演员了，我说迟重瑞了。师兄不是师兄啊、哦，我知道你要说里面那是吧？徐少华，是吧？汪月、冯绍峰，啊，动画片里面配音那叫张云明，我百度现查的，刚才知道吗？啊，你连那个配音都记得？罗家英是吧？
罗家英还有一个杨九郎啊，今儿这么好的舞台，这么好的观众、啊、真不给哥哥留面子。哪有三，你可别怪我啊啊！我再问出一句，观众全都得给我鼓掌。不可能，西游记里边经典回目，随便问，孙悟空、啊、击打白骨精。哦、啊、您就问击打白骨精，击打白骨精Travel Kill， 去你的吧。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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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各位的掌声鼓励。刚才这个节目我听得热血沸腾，在我看来二位的节奏感特别的好，二位配合的也很默契啊。昨天晚上现编现写的这么一个节目，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奉献给大家，说明演员还是不错的，值得我们给一点点掌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刚才我们说了，您的掌声对我们演员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接下来非常不一样的一段相声啊，逗哏的这位呢，在我看来是第一次逗哏，栾云平逗哏。捧哏的叫曹鹤阳，掌声有请二位。加油啊！给您换一场，真好，真好，这个。这玩意儿真轻，哎，哟，不太适应，看来是是，我要把这压低一点，因为我这个头比较矮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这个我还真是很少，有点不稳。我还真是很少这逗哏，嗯，您也就瞧这逗笑社啊，您算逮着我就逗一回哏。是，当然原来我学徒啊，我也先学逗哏，对，也逗了些日子，嗯，但是我们这个逗笑社它这组合它不一样，嗯，我。孟鹤堂，嗯，这个栾云平啊，这是曹鹤阳啊，哦，还有一周九良，周九良，对，四个人，一个逗哏的呀，仨捧哏的啊，我们一队呀、啊，你说这就导致就得有一个捧哏演员改为这逗哏，就看哪个捧哏演员优秀，那可不是，这逗哏跟捧哏呀，哎，都是说相声，是，您爱听相声。我也爱听相声，对，我从小我就是相声迷，哦，要不然不能干这个，那是的，得爱好这个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跟你说，我从这么高，行了，哥哥，等会儿吧，我就听相声。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哎，合着您这没听几年呀、啊？是你干嘛？这才差多少？就差一头皮。你看哪首啊？不，这首这么高？你看这首，谁让你看这首？不是那有一跟我打招呼的啊，您这是打招呼，我让你看这手啊，我您这手跟有毛病似的，就这么大了，谁往这儿看呀、啊、我从这么高就听相声，你老就这么高，我没长是不是，我这么高就听相声，怨我了，那您是够早的，我呀通过这次逗笑社，嗯，我也说我们话，我也改范儿了，就是有艺术上的改变，我也不捧哏了，从此以后我也不捧哏了，我也逗哏了，逗哏的他挣得多。行了，哥，真的，你别整。我们单位这逗哏的跟捧哏，他福利都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都差不多，福利全单位职工是一样的。我不爱提这个。你看他又不爱，有能耐你说我听。我不爱提这个。不是怎么这我们不知道的事儿这么多吗？后台这都听着呢啊！一个月啊，逗哏的比捧哏的多拿四块香皂。你等会儿，四块香皂。这年头谁还用香皂？还四块？怎么我一块都没见过呢？捧哏的一块不发呀？逗哏得多脏啊！四块香皂，小点儿，懂吗？你五块香皂，四块香皂，以后。他就是老四块，他是那药皂，他拿的那是，真的。我这消息我们都不知道啊，这哪是啊？我是从即日起我就可以领香皂了，哦，为了香皂才改的逗哏。那天我在家，我一翻这月份牌，我们家还用月份牌呢，您听，真节俭。一翻月份牌，啊，我看礼拜三了啊，我说我洗洗袜子。你看，你等会儿，你得多早？一个礼拜就礼拜三洗袜子。我就礼拜三才穿袜子，你管着管不着啊？我这不是听你话，现在跟你说后边这事儿呢啊，自从逗哏了，这活多，
能有多多？我正洗袜子呢，我还没投呢，来一电话，大导演呐，大导演呐，找德云社拍个小电影。什么电影啊？看看，哟，这里边能塞这么长一条呢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看剧本，剧本，我瞧瞧，来，我瞧。你别瞧，我选一个，我看万一哪合适，我竞争一下去。你懂吗？这拍戏的，你懂得吗？不是你拍戏，我看看我怎么着。什么呀？豆根传阅。沉稳。对。拿包袱不当包袱使。对对，而且小四这也好，都在人物里头。加给咱们哥俩一人加一个，一人加一个。好，我喜欢这个。不是什么意思？豆根传阅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豆根传阅。您这句跟没解释一样，这用解释吗？豆根你传给我，我传给你，咱越一越。不是，我想问的是怎么这意思？捧根就没戏。嗨，这个也不是说是不是你这四个字就很可气，知道吗？这谁定的？这是人家这领导定。哪领导？我就问问。副总定的。说多可气，这副总得多不是人啊！我告诉你，副总愣了。哎哥，你是副总是吧？哎呦，你跟他们还真不一样。我你是当面骂我。我哎呦，他们都背地里，我睁眼闭眼就完了。不，用他当面吧。呵，这小子有点意思。不要进来去吧。我喜欢这人。我不是故意，我平时都心里吧。不是那个，不是我当面提，我能进步，没关系，我爱你这个。我也是气糊涂，不是。我倒希望他们当面骂我呢。不是你别这么说，你这都反话。我听的关键，你这逗根传，你怎么捧根就没有机会了吗？您也是捧根出身啊，这是。我说你没有机会了吗？你不这都逗根传阅了？你先别自卑呀。怎么了？这回咱不是派的咱俩一组吗？但我刚骂完你啊，别人要骂我，我就不给人活。我副总我能待长了吗？你别人我不管，就说我骂完你还有活是吧？好，副总优秀，副总最优秀了。优秀不用，您该练功了。您喷我一脸，我是太激动了，我是啊。有你的呀？有吗？有啊，咱得先弄个小片，弄个小样传过去。懂了，你要是及格，人看上眼了，人才用你。我了解一下，咱这个电影是什么题材？电影名字给你公布啊。对，关云长，拿着大刀啊，找他哥哥。嗯，找了好几百里找不到，过了五个关，宰了六个人。您这个名字一块大屏放得下这么些字儿吗？这叫看点呐。什么看点呀？谁都听懂了，过五关斩六将我都知道。我自己对我自己很了解，就我这个形象，我这辈子居然有机会演关羽。哎呀，拿起我的大刀，一搂我这胡子，你先。行吗？就用这个状态送神，导演怎么样？行、啊，你先别起范儿了。谁让你演关羽啊？不是，过五关斩六将吗？我演关羽，啊？我演关羽，谁定的呀？单位领导。哪？哦，副总。对，我一猜就是啊。不是，那你说这么热闹，我演谁呀？我，那不还有六将呢吗？六将没劲的配角咱谁都懂，有你就不错了，过五关斩六将啊。那我就演一个，去了之后咔嚓让人一弄，也没劲。你别演一个呀。那怎么着？你别演一个呀，你演六个。那我腿儿不得跑的，我得死六回。我演六个挣得多，知道不知道啊？我那怎么结账啊？这个按人头结，多新。对呀，你连着关羽等于六杀呀。十八个我也演。没有那么些个啊，没有那么些个。但我怕我盯不下来六个。就六个啊，拍这片儿的时候啊，咱就拍俩。拍俩，我记着，我虽然五关六将，但是我不是很熟。但是我记着好像只有洛阳关是那个俩，然后其他地儿都是一个。太对了啊！行，我明白。那您说我演哪几个？洛阳太守。洛阳太守，我记是韩福。可高了啊！再演一洛阳将军，孟坦。行，还真背下来了。这俩都是我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太对了。
那就给你拍这片啊。行，那咱们怎么准备去给人送审啊？咱怎么弄？现在就可以拍了，咱们排练一下。对对对，可以。对 对, 对，那我需要怎么做？我先给您把这个这个脑袋先包一包，包脑袋。不是怎么，我这还没开拍呢，我们家里就出事了吗？是怎么着？啊？不是我不是热哥，咱要是排练，哎，轻点，这守城的将军那安全帽啊，安全帽。不是哥，没到季节，我不用戴围脖，我。不是这什么意思啊？到时候你知道这细节吧？啊，关羽得砍你。啊，是我知道。啊，你这稍微厚着点儿。啊，你不是多活一秒吗？怎么我这多活一秒？我痛快死了不就得了吗？我这你别不是你这不是多在这观众里边，你多活一秒是一秒啊！啊，多活一秒，多有一秒的镜头。对，好吧，听你的，咱是官老爷。好，明白了。一立这大刀，那你照这儿砍啊，照这儿砍啊。怎么样？等会儿你有点这意思吧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关羽特点啊，不能睁眼。哦，一睁眼，真吓人啊！就是要杀人了啊！睁眼就杀人，您这样的，我以为老爷特点呢，我以为脖子有什么问题呢，是吧？行，那咱怎么着？咱现在现在你就守城吧，我就已经守城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那我也拿把刀，我就来了啊！守城，好，也不知道什么毛病。哎，城上斩敌活人，哈哈哈哈，在下韩福是也，城下您，哈哈，你肚子里有蛤蟆是怎么着？城下了该。哦，城下啊，我没反应过来，我说有这道具。我城下您，末将孟坦。城上的将军，快快放我进城！哈哈哈，关羽休想！城下的将军，讲些好话。哎呀，末将人微言轻，说了。城上的将军，死不量力。哟，关羽，城下的将军，如若不放，我要宰了你。那我也跟你拼命。城上的将军，我放我进城！不是我，城下的将军，快快放我！弄死我吧！弄死我吧！干嘛呢？跑这遛猴来了？说死了就不放，整个一泼妇啊！不放，不若不放，休怪关某刀快水热，一吐了一个。这什么词儿啊？这是砍刀啊！哎，啊！起了，还一个呢！啊，什么？什么？哦，城下那个是吧？啊，砍刀啊！哎，啊！光剑，活该呀！哎呀！啊！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啊，优秀！行吧，优秀！行吧，真优秀！哎呀，累死我了！真优秀！累死我了！真的，您演这个死鬼，你祖传的。哎，来，这您捧了，我从小练的就是演死人。哎，对，太逼真了，行吗？太逼真了，哎，可以啊，太棒太棒，行，我这回跟你握握手。哎，行，谢谢你。哎呦，我谢谢你，帮我录这小片儿。哎，对啊，好，到时候一送导演那儿，没准我这关羽就算成了。谢谢你，不对，等会儿，英雄嘛，英雄不对吧？不对，等会儿，我先凉快，等会儿。不对呀，啊，你这个啊，不，我记得刚才你形容的跟我说这事是。帮我拍一个小片送给导演，选我这个角儿，你听错了。那时候你肯定把耳朵绑上了。没有，我们这一直露着呢。不是，帮我拍一小片儿。不对，你说了关羽这角儿你都有了，你这有权实权副总，这带我玩玩，这也没准呢，你知道吧？但带着你不就完了吗？
不是，这不是带不带的问题，你的都没成呢，你这有活带着你，你不美吗？我美归美，但是你这事儿它不稳定啊，不比在家吃烤白薯强吗？不是，你现在我这人实心眼啊，你刚才说什么我就是往真了听，你这不得你这么大，你本来就是，你这么大一副总，你怎么骗人呢？你我没骗人，德云社副总怎么骗人呢？有这样的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跟我说，你跟我说，你让我在这用眼开一会，我又挨刀，我又上，哎，我怎么干？老大，你是哪位呀？你又？哎，你怎么说话的你？连我都不认识。大爷，大爷，不是你怎么就吵起来了？哎，我师哥欺负人。你先别不打住，你先把事说清楚了。我师哥欺负人。怎么欺负你了？我反正刚才他就欺负人，反正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这讲不清楚。我给你讲讲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解释解释。这个事啊，我这儿有一小电影。哦。电影名字叫《关云长提着的大刀，好几百里找他哥哥，最后找不着，过了五个关宰六个人》。这都什么破名字？第一遍跟这词儿一样吗？你第一遍啊？这玩意儿就没谱，什么叫活呀？这电影名字还没谱啊？不，名字说出来的就没不主要。不是，这谁起的破名字？林啊，林，谁？就说什么来着？袜没洗干净。谁起的名字？你给我说清。李安。我不知道这事儿啊，我不知道谁是导演。李安，李安，这好名字呀。多棒啊这个是我这不整个剧情都带出来了吗？对吧？对，介绍得非常清楚。李安，你那天我洗袜子的时候他给我打个电话。李安给你打电话啊？哎，大爷，别李安给你打电话让你拍电影啊？对对对对，别急，是不是他给你删了吧？李安给你打电话，我也刚知道，我之前问他没过。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演什么电影啊？就刚才那个。对，就过五关斩六将。他让你演什么呀？他让我关羽啊。他我是试镜的关羽。那你们俩怎么会打起来了呢？不是，我他带我玩，完了就我。这你说，笑死！不是四块香皂呢？你听我这个，还不如他呢，是这怎么回事？就是让他演一配角，后来他不干了。然后当然了，我得是定下我关羽才有他。你怎么就定下关羽了？啊？你怎么谁封你就是关羽了？什么意思？哪儿的你就关羽？对对嘛。对呀、啊，你给李安打电话，关羽于谦饰演。您演关羽多新鲜呢，您演关羽像吗？您演不了。你演我怎么演不了？你都没见过关羽。你见过关羽啊？这不废话吗？谁见过关羽？而且您列位这形象不对。形象怎么不对啊？关羽有烫头的吗？对啊，谁家关羽骑个小矮马出来砍人呢？对不对？是。这不半道截胡吗？这不是好吗？管着嘛，废话。那有化妆师，有造型师呢，知道吗？行行行，那关羽也没有留平头的，知道吗？那造型师一塑造，到时候就带着绿方巾，就乱七八糟，整个穿上铠甲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您演也合适，您还拿过影帝呢。不，那就甭提那个，关键我们的年龄感强啊。那您演关羽，我们俩怎么办、啊？你们俩不是有角色吗？一城上，一城下的，省得来回折腾。人物挣两份钱，废话，你累不累？挣两份钱，你这上来下局累不累啊？你们俩一上一下边不挺好吗？我先看看本子，你们对对头。我安排的。对对，有这谁逗哏穿越哪儿啊？这玩意儿什么呀？这讨厌劲儿啊！行，你完了吧？你看咱俩人嚷嚷半天，你说这角色便宜他了吗？这不是有角色就不错了。这于老师这么大岁数还截胡呢？弟弟跟着副总走，关羽能让他演上吗？啊，是不是咱从中作梗啊？我明白了，哥哥这一说咱就懂怎么做了，多新鲜。这样哥哥，哎，先听我的，把头盔先戴上，怎么样？好嘞。哎，您看行吗？您弄这头盔的时候注意点我发型行不行？我这发型已经没了。行行行，好吧，咱就这么着。那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。那您请、您请好不好？哎，您请啊。关先生啊，哟，那可以开始了吧？哥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上城了，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上城了啊！对对，咱们排练一下啊！大爷，您没问题。我废话，这马上就给李安打电话了。你就别拿刀了，关老，您拿刀，别拿刀，行行，你就别拿刀了。好，来吧，行，别逞强，空手，好不好？空手啊，好。
这我不会啊，这就算了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关羽在这儿呢，你们嘚瑟什么？跟着这城上头，你们嘚瑟什么？跟着在这儿呢，我这儿跳出人物了 啊！我不会这个，到时候他们用那个科技手段给我们来这个就完了嘛。我们还给您配备戏，那个就这脑仁都疼了。好，就站着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城上站定夫人，韩福。猫韩福又成坦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早就来了。哎呦，我在这玩热着呢，我下边站半天了，我站半天了，又坏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这谁呀、关云长，关二爷呀、哟，他就是关羽啊，太吓人了。知道他的历史典故吗？什么典故啊？曾过五关，还斩过六员将。哟、他还斩六将。六将里是不是还有咱俩呢？我信先斩的咱俩。咱俩要不走，是不是让人弄死了？那咱快走吧。走，关老师，我等会儿回来。谋要西牙城，什么乱七八糟？不是，我还没演呢，你们俩都猜出来了是吗？嗨，什么玩意儿？你们这是？这就是戏，你得进戏。我进什么戏？我看您的眼神就要宰我们。不，废话。您当我这眼神不成，就不行，这没有，您得把戏演完了，我真正得砍了，让观众明白。我们俩想这么演完，您不是省事儿就不累了吗？我是不累，我不演好不好啊？这好，好，再来，废话，没关系，再给您一次机会。哎，得，就再来一遍啊！来，城上站定的活人，韩福，哼，孟坦，放我进关的，不放啊！哎，要不然还是放了吧。不可能。哎，剧本上写的不让放，但是不放他要弄死咱们。那就不放。哎，没说出别的来，你放了吧。就是别放了，放了吧，坚决不放。咱得活着，不能放，这根本也不能放。废话，什么的，我说得放，什么不是你们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那别放了。你们俩怎么那么些话呀？你们说没说不能放啊？不能放，不能放，你们都过来打呀！你不就不放了？我商量商量，给您放过去。你不是废话，你过我放过去，我这心里在哪儿呢？就这放过进关呢？我们就是不放啊！哎呀，砍刀啊！啊噗啊啊！我去你的！我你怎么给他宰了？都是捧哏的，谁宰谁不一样啊？我没听说过。哎呦，演得真好啊！第一次见到梁玉平这个逗哏，还有于老师的加持，我们在后台看之馋的哈。作为一个演员，特别想在台上啊这样演一个精彩的角色奉献给大家。感谢几位的精彩表演，我觉得掌声应该感谢于老师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这个节目呢，我很期待，叫纠结再三。掌声有请秦霄贤、何九华。是纠结再三哈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哇，这场把我们小哥俩换上来呢，也说实话很开心，来到。你能说两句话吗？就是忘带嘴落家了，是吧？说话呀，好家伙！对，反正也说实话，拿我们两个来讲，都是小学生，有认识我们的，有不认识我们的。我们也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呢叫秦霄贤啊，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好好介绍完我嘞，好好的介绍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，我的搭档叫什么名字呢？叫何九华。是，你就正常说话行吗？你就正常说，演出呢，这饱满的状态拿出来行不行？我挺饱满的。
说话呀，那都是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呀。什么叫不知道说什么呀？嗯啊，这是哎嗨呦呵，你就说呗，去你的吧！你们不就这些词儿吗？说呀，你贼哪句说哪句，找个接口员你就说呀。啊，去你的吧，对吗？哎呀，说实话，我跟贺九华搭档啊，时间没有多长啊，嗯，但是在这段期间呢，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也得想啊，我得稍微选一下啊。他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优点挺多的，缺点也不少啊。缺点不是，等会儿什么缺点也？缺点也不少。我没有什么缺点吧？他就有一个缺点，我根本接受不了。人才一个缺点，就这个人呢，太磨叽。磨叽，什么事儿都要纠结。不是纠结是好事啊，想的全面呀。太全面了，有点。嗯，不是，怎么全面了？你说正常台上咱不说，咱就说生活当中啊，他从早上起来，他就纠结。不是我早上起来没什么可纠结的。纠结什么呀？纠结就开始想问题。哦，你说，我是先洗脸啊，还是先上厕所呢？嗨，这也纠结。你说这有什么可纠结的？就是纠结40分钟啊，这会儿还纠结呢。又纠结什么呀？你说我是先洗脸。还是先洗床单呢。10分钟过去了啊，他终于纠结明白了。不，这怎么叫纠结明白了呢？我得先洗脸。完脸了，坐在床上还纠结，又琢磨什么呀？吃饭。吃饭有什么琢磨的？吃什么？吃什么？现在点外卖多方便呀。就点外卖难啊。点外卖有什么难的？他选择性太多了。对于我哥来说啊，两个都好选，是只要出现了第三个就完了。对，对，三是我最惧怕的数字了。这个人就疯了。不是早餐没有那么多选择的。选呀，有什么呀？馄饨啊，包子，菠萝包，这有什么纠结的呀？不知道吃哪个呀？哎，这不想吃什么吃什么吗？不，那就馄饨。嗯，怎么了？包子有满减。满减？那我吃包子。菠萝包有券。那我吃菠萝包。馄饨送得快。那馄饨，嗯，我爱吃包子。不是这么多选择，我到底选什么呀？所以哪个也没选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到中午了。这啊，就该点午饭了呗。那不行啊，他人得出门了，不吃了。我还出门买床单啊？啊，出门了，打车。哦，打车，打车。嗯，打车，打完车了，车一到，开门。哦，上车。他开始纠结了，上车有什么纠结的？我应该先迈哪条腿呢？这有什么琢磨的？是左腿啊，还是右腿呢？我这也含糊，琢磨啊，琢磨半天，司机急了。司机怎么了？小伙子啊，干嘛呢？这不琢磨迈哪腿呢吗？多简单呀、啊，这还简单，男左女右啊，你就迈就行了。迈腿是这么定的呀？啊。男左，那我先迈左腿啊，左腿吧。不行，怎么？右腿是我的惯用腿。右，那你就迈这女腿。什么叫女腿？不是男左女右吗？这腿还有性别？左边是男腿，右边是女腿。不是，就迈右腿。右腿哦，那右腿也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坐车累。这迈哪腿跟坐车有什么关系？不好看，主要是不什么意思？你琢磨呀，迈左腿，你坐迈左腿，门一开，迈左腿啊，你就坐上去了。我右腿也一样啊。不，怎么迈右腿你是撅着的？不是，你等会儿吧，上车撅着，车停好了，你把门一打开，迈右腿，你是不是一直这样？你谁先迈？等会儿，上车以后一直撅着呀，没有腿就坐上了吗？就跪着就往前看，就关着车门都不带调调的吗？是吧？怎么了？这不好吗？上车调一下也行啊。怎么调？调先挪屁股还是先挪头？这玩意儿不知道，先挪哪个呀？那别琢磨了，对不对？纠结，这也纠结。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。怎么办呀？师傅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迈哪条腿啊，要不然你给我抱上去吧。没听说过，我躺平了，你给我捂里头。啊，我成摊子了。司机也急了，不行、啊，
你知道你浪费的这段时间我能拉多少活吗？呦呵，这个司机就急了啊，过来就要打他。哟，这边一抬胳膊，他说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干嘛呀？你让我琢磨琢磨。我干嘛琢磨？你说我是拿左脸接，还是右脸接呢？不，这还纠结呀？纠结呀！这有什么可纠结的？左脸。左脸怎么了？左脸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捧哏演员啊，全程都是45度角。干嘛全程啊？我不给他们两分钟呢吗？还这叫两分钟啊？45度角的啊！我的左脸是要面向观众的。哦，这舞台美不行，没有了这肿着呢，这照顾不到观众，不行。那拿右脸接，右脸也不行。右脸怎么？右脸给的是我的逗哏的。那怎么了？这秦霄贤要知道我上车让人打一顿，不得嘲笑我一辈子呀？这就是秦霄贤的人性。你说我到底选择哪个呢？哎哎，是左脸接还是右脸接？我是不是有病啊？是不是？非拿脸接呀？还手啊？你长这四肢干什么的呀？就捂脸的呀？这就撅屁股上车用的呀？这个对，得还手。还手？那你说我是拿拳头打的还拿脚踢的呢？你说我拿我的男腿踢的还是拿我的女腿踢的？男腿好点。他得琢磨呀。你说我是踢他的肋巴扇？什么劲儿？肋巴扇？肋巴扇不理解吗？肋叉子。排骨？对，哦，排骨能听懂，能听排骨。排骨？哦，排骨。还是后脑勺踢人的排骨？还是小腰子？小腰子，我都不知道这司机是什么动物。这是，你说我踢他哪儿呢？哦，他得纠结。是在他纠结的时候，突然眼睛一黑啊，再睁眼睛，怎么就进医院了？对，司机没等我就。我真的太烦他了，耽误多少事儿的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不是，我也没想这一天这么多选择题呀，完全接受不了。但是说实话，哥，那以我来讲啊，我虽然说年轻一点啊，但是我得劝你两句。不是，你劝我什么呀？每个人可能都会纠结，会面临到选择啊。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其实选到最后是你想要的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没听明白。比方说吧，知道硬币吗？钢镚儿吗？A B 面啊，是抛到空中掉到地上显现出来的那一面不一定是你想要的啊，但是抛在空中你想的那个答案一定是你想要的。就是扔出来那结果不重要，你第一时间想的答案就是你想要的。不，我还是不太明白。不明白给你做个测试吧。啊，测试？测试测试。怎么测试啊？比方说人生当中可能会有很多选择哦，给你出两个题，您也别太难啊。是一，事业。是啊。二，爱情。啊，这不人常面对的题吗？选一下。我琢磨琢磨，是就说白了就是，成家还是立业是吧？再选事业，那不行不行，没工夫谈恋爱了。事业，爱情。是，选不出来吧？截肢吧。哦，你这个脑回路确实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选不出来？硬币。你出门带硬币啊？还？哎啊！我是钢镚男孩呀、啊。我们用这个硬币啊，选一下。这怎么选？带桃的这个。带桃的怎么了？就是爱情。哦，粉色的是吧？对。哦，那跟桃有什么关系？这上面有个桃吗？哦，背面怎么了？这字儿的啊，哎，它就是事业啊，就 A B 面俩选项。对了，那、怎么选呀、啊？你看，抛在空中，最后结果不要看啊。哦，想的是什么就是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扔吧。让我看一眼。你看他干嘛呀？不，我看看结果。呀，爱情。哎，我选爱情。不行，不行。我还想选事业呢，你看到了吗？师傅看着呢。最后这一面到底是什么不重要，那扔它干嘛呀？所以是抛在空中，你想的那个答案才是你想要的，啊，就扔起来那一下呗，那个才是你真正你想的东西。嗯，再来一次，想的是什么？什么？爱情。你看看，是不是简单很多？
我就是你抛在空中，满脑瓜想都是爱情。对，因为那个粉色太耀眼了。这哦，爱情可以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行吗？爱情好。哎，这玩意儿管用哈。当然了，很快就做选择。爱情，那好，爱情呢也得分啊。给你两个选择，又俩，成熟的，可爱的。可爱的，成熟也好，他能在你这个人生道路上给你好的建议。是，对。不行，这不好选。不好选，用硬币呀、啊！哦，又是他，我不你教你了吗？你真是一个钢蹦男孩，对不对？你想好了啊？那我得知道这面是什么呀？这面是爱情，不没有不啊，过去了，换了，可爱的，成熟的。哦，桃这面是可爱的，对对对。哦，桃啊，好，好，有加分项了。你看，桃很可爱，可以了吗？行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三、二、一，成熟项。哎。你要想好了，我都多余拿这个硬币，你知道吗？他熬的时候我就想好了，喜欢成熟的。是，那好哦，成熟的真留着吧，也得分人吧。得，我想出了三个人。哦，行，我想的。谢谢你。不，可不是你想的。对对对，我想的三个人是谁呢？谁呀、啊？一，迪丽热巴；二，古力娜扎；三，我的姑妈。不，你先等会儿，头俩我能容忍啊。怎么了？这你的姑妈是怎么入围的？我姑妈长得好看。你姑妈长得好看，特别漂亮。长什么样啊？我姑岳云鹏，你见过吗？啊，对，刚才二马一错瞪，我看见她了。对对，就是我都没敢看她。戴发套的岳云鹏，嘿，啊，我有画面。对对对，就长那样，我觉得她挺好的。就这仨选项哈。啊，我琢磨琢磨吧，琢磨，快，赶紧琢磨琢磨吧。迪丽热巴，迪丽热巴，不行，古力娜扎也挺好看啊。是，对，是古力娜扎，迪丽热巴，哎，硬币，太需要他了。行，太需要他了。对了啊，行，你想好了，来吧。谁？你的姑妈。漂亮。我，你再来一回，你就不叫对。姑妈。我。行了，各位，这相声我也不用说了，我给我姑妈报喜讯去了，你开心就得了吧。还是姑妈，我跟你。姑妈来了。姑妈好。姑妈好。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。接下来啊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啊，当然捧哏的我也很喜欢啊，捧哏的高大上啊，长得很帅。逗哏的这位老师叫烧饼。捧哏的叫王九龙，有请二位。谢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哎，在这儿演出呢？啊，我这刚上来。别说，哎，嚯，看您有那么大点眼熟，这就进入状态了，您看见了吗？真的啊？啊，是吗？您是不是叫什么什么姓王？您叫王九重，是不是您？王九重干嘛呀？叫什么呀？王九龙。德云社有一个大高个，牙倍儿白啊。是、哎，牙挺白，叫王九龙。花了钱就是不一样。多多乐嘛，多多乐，多开心啊，很高兴。哎，这要有一个韭菜叶，多明显，你说是吧？放心，上台前早检查好了。哎，嗯，特别喜欢您啊，喜欢我，谢谢您。哎，嗯，我呀，租您一回吧。对，我是充电宝啊，我是。什么叫租我一回啊？怎么说？怎么就请就就是请请啊？哎，我明白了，您要请我演出去。对。请您演出，别握手，你这手里有炸弹是怎么着？有话好好说。请您演出啊，请我演出。对了，这个能给我们多少钱呀、啊？您看这个大数，这是多少钱呀、啊？2块。哦，出去，赶紧走！您拿我们找乐呢是怎么着？干嘛？有花2块钱上这请演出的吗？2块什么？金砖。我的天，我都不敢想，2块金砖，2两一条，3.5斤。
哎，怎么了？你看我说的腿脚不好吧？你这玩意儿说麻，咱这就麻了。你瞧瞧，三斤半一块、哎、一块等于是几块？两块啊，一块是三斤半，两块反正不少，反正是两块七斤啊，兄弟。对，七斤嘛。这德云社没文凭没文化，这事儿是坐实了。我跟你七斤呢、啊？七斤行啊，愿意要吗？当然愿意了。要不愿意要，我们就折成钱。折钱也行，反正那更花的更方便点儿。实在不行 啊，我直接送你一台华帝的烟机。华帝烟机、哎、你可别小看它。我没有这华帝进陇西橱柜烟机，超薄机身，大烟枪，低吸直排不跑烟，可厉害了。是吗？哎，你最近不是正研究美食吗？啊，送你最合适啊。那更好了，这么着吧、嗯、我呀还是先给您点钱。带着金砖呢？没有，没有金砖啊、嗯！哎，还给您稍微给您来点钱，定钱。哎，对了，不用，不，我相信您，先给您点定金，别让我经纪人知道。好好好好好，行，那个五毛的，找我三毛。哎，好，合着半天定金才两毛，我不要您这五毛，您给我换一张啊！换一张、啊，换一张、啊，换一张，来这个吧。啊，这个稍微干净点，这不还是五毛吗？这个跟那个不一样，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是卖肉大姐换我的。对，一样。卖肉大姐换我字儿就多，还不如说号不一样。这新版的啊，就是啊，咱就算答应了哈，咱把这事儿定了。您放心，回头我跟我搭档九零说一、哎、他没有搭档，他准确，我俩、哎、没有搭档，两毛五，没有搭档。嗯，您搭档已经不跟您玩了。他不带玩了，带着一线天系鞋带去了，知道吗？有毛病吗你？哦，他就是一线天啊啊！刚把鞋带接走，你知道吗？我跟您说，我那搭档也走了，没有搭档了。不是，那怎么就您一人？我一人演去。就您一人？我单口相声。一个人。行吧。什么叫行吧？您行不行啊？主要不是给我演，给谁演啊？主要是给我父亲演。给您爸爸。哎，对了，不是在哪儿演呀？就在我们家。不是，那更方便了。对呀、啊，好啊，您到时候就去不就完了吗？啊、行、但是咱说实话啊，我得稍微提前嘱咐嘱咐您。您说，因为我父亲这人啊岁数大，啊，那肯定老人嘛，嗯，一看家里来亲戚来朋友了，都好问东问西，哦，好聊个家常。哎，对了，而且他这岁数大，耳朵稍微有点背，您说话呀稍微贴着点。大点声，哎嘿，好，我听得见，我听。您稍微说话大点声啊，您就说大点声不？哎，对了，怕他听不见。好，而且呢，您最好呢，随着老人聊。干嘛随着？说话聊天嘛，捧着人家聊。哎，越说人家爱听的啊，上年岁了嘛，这咱懂。老头爱听什么，我说什么，哎，喜欢什么，我就表演什么。哎，对，好，因为一去半个月呀、啊，时间不短，别弄点磕碰，大姐别不开心，犯不上，对不对？两块金砖吧。不，这么着啊，我记住了。不是，我还是稍微有点不放心。不用，不，这么着，咱呀、啊，咱模拟一回，啊，咱在这儿。哎，对，咱演一回，好不好？咱就演一回，咱到时候去了呢。咱别出纰漏，不是这够新鲜，咱在这儿演一回。对，再演一回，你咱怎么演呀、啊？都带着呢，我都带着呢。哦，好家伙，他带什么呢？哦，可能还有道具啊，在这儿表演一回。哎呦，我这玩意儿没接过这活儿、哎、那个老师，您受累。嗯。您那个把这衣服穿上。不，哦 ，no。不，你快，这我花重金从他们手里抢的。你别快扔了吧，我不要这，我看着我真害怕，我这不不是怎么？不是各位都有乐的啊，有知道的，各位，这是我们德云逗笑社第二季冷板凳队员穿的衣服，这是，谁穿这玩意儿谁就意味着跟淘汰没什么区别，这脸上没面儿啊，这个。我们那儿不淘汰您。我穿了好几期了，这太丢人了。当时我上来的时候我就发了誓了，我说我这辈子再也不穿了，我要穿我就大傻子。我不穿这个，我不穿。你要玩不起就玩不起，你别不穿呀、啊。咱俩谁玩不起？不是，关键有一问题，我们也不让您白穿呢。我不留下去。给您两块金砖。什么？给您两块金砖。哎呦，深圳怎么那么冷啊？深圳，我不是为了钱啊，我不是为了钱。深圳降温了，最近小南极这叫啊，小南极，小哈尔滨赛冰城。嗯，
行吗？行行，您别说，还有，我再来一件。不不不，就来这一件就行了。嗯，为什么让您穿这个呀？嗯，它是有，其实是有个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因为我们老头呢，他不怎么出门。不怎么的，哎，我穿这个吗？不是，您听我说呀，他不怎么出门，他原来呀经常在家听的都是传统相声，老相声。现在呢，就爱听新相声，新潮一点。他为了听这个新相声，是为了接受现在社会上面的一些啊新的信息，追赶潮流吗？对了啊，一看您还穿这大褂去了，坏了，以为我又招那说老相声的人来了，人以为我找错人了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对不对？显着我潮一点。哎，对了，就潮吗？我这你一会儿里边就潮了，对不对？里边潮了，哎，对不对？您啊，还得冒汗了，我都哎，把这帽，你看，把这帽子戴上。干嘛戴帽子呀？戴帽潮流吗？潮流，对不对？来来，低头，哎，哎，潮流吗？对不对？这潮流吗？潮流，潮流，潮流，好看着。可能对审美有点误解，您可能哎，啊行了行，哎嘿好，这行吗？这个你看过就干过电焊，好，好，我往这边吧，嗯，哎，行吗？哎对，放这，哎对，哎猫头铁，哎行了，好，哎，把这书包也给您背上，我干嘛背书包？背潮流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来，背上背上背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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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事儿，对对对对，我上您家里啊，给您父亲说段相声。是啊，我明白了，您父亲不是喜欢这个年轻相声啊，儿童相声啊，这是。啊！我这好看，我这什么模样？我这个该举个小旗儿，我别举小旗儿，我该导游了一会儿。我这个，您应该等那个 Yellow School Bus。你别 school 了，我这那我这个是您那您要这么着，您这我跟我儿子学的，您这么着您塞进去，塞塞塞进去。怎么来？塞那衣服里头，塞那个衣服里头。哎，对了，塞着衣服里。哎，哎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塞。哎，你看这多来派，你这我是怀疑二胎是怎么着？我这儿你都不是二胎了。来来来，哎，多好看，就这样是吧？行行行，这好看吗？咱受累，咱给桌子搭的。干嘛搭桌子呀？搭桌子就布置一下我们家了呀。哦，好，哎，好好好，一块走。走走，哎，得嘞，得嘞，还需要把凳子。好家伙，够忙到的。哎呀，我马上我就要出汗呀，各位，五痱子来了，上这儿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这就您的家了。哎，这就我们家了。哦哦。然后呢，一会儿您就跟着我回家，咱就演一遍，咱表演一回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哎，来来来，行啊，咱现在开始啊，就假装就走吧。哦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这来大门大。哎，大门槛，大门槛迈过去啊！大门槛，一米多高的门槛，大户人家来，啊啊，来，一米多高的门槛，你大长腿，你先迈，来吧，来，一二，四着跨了，四着跨，哎、来来了，哎，得了，您好，好嘞，好嘞，两块金砖 啊，没毛病，您放心，忘不了，忘不了，我进去先打个招呼啊，去吧，好嘞，好嘞，我跟您后边，老叔。你先不对，先过来，先过来。哎，不是，这坐的谁？我爸爸呀。这坐的你爸爸啊？你叫什么？老朱啊。老朱啊？对呀、啊。你后爸呀？你后爸？不是，你不烧饼吗？你叫老烧啊？对不对？叫老朱不？老朱是谁呀、啊？老朱是我们村口那屠夫啊，叫老朱啊。你们村口还有屠夫呢？啊，有屠夫啊！说像话吗？大胖子，谁姓烧啊？你不姓烧吗？谁姓烧？百家有姓烧的吗？百家姓？不是烧饼吗？那是外号，身份证上写的姓朱，叫什么呀？朱建峰。哎呀，这名儿好啊！朱建峰，朱建都疯。你说你这玩意儿，真是的。那叫什么？老朱叫什么？老朱叫老朱也不，那是你爸爸，咱应该尊敬点，也不能叫老朱啊。我们当哥们儿那么处，你管着管不着？这都什么儿子？这都是一家一样哦，跟爸爸领哥们儿啊。嗯，好好来。嗯，行。老朱，这个你儿子找着了啊，这个孩子呢有点拧，但是没闯祸，没往远处跑，孩子叛逆。多管我就好了啊！回头让他给你道个歉啊！行了啊，来吧来吧，我不来了，我不来了，哎、不来呀、啊，拜拜吧他，干嘛？别逃学！谁逃？您这干嘛呢？就是大神了，可不大神了呗。前面是澡堂会，后边是大神，这是俩传统作品。
聊天呢，聊天不咱演出啊，咱这是演出吗？怎么不是演出啊？你这不找儿子来了吗？这不是多烦找儿子了。我算明白了，各位都瞧清楚了，这是什么呢？孩子离家出走，让人抓回来了，给爹道歉呢。这是谁？哪句是道？我说给我捯饬的那么嫩呢，这像话吗？您这都哪句是道歉的事儿、啊？那第一句就是哪一句？儿子找到了，人儿给你找到了。什么找到了？人儿给你找到了，演出这人你是不是找着了？找着我了。对呀、啊，哦，人儿找到了，这孩子特别拧，说你们牌子特别硬。德云社品牌硬没毛病啊，但是没闯祸。说你来自德云社。没往远处跑，相声说得好，孩子叛逆，口齿伶俐，多管管就好了，会的还不少呢，让他给你道个歉，会的全都来一遍。我全听错了是吧？我什么耳朵呀？我这个两块金砖，这要金砖，要这句他倒听得清楚、哎、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。行，咱来吧。行，来啊，来咱开始。这没毛病啊，耳朵怎么全听错了啊？哎，等会儿来好了啊。老叔，儿子找着了啊，这孩子有点拧啊，没往远处跑啊，这个孩子叛逆，但是没闯祸啊，回来您多教育教育，回头让他给您道个歉。你要死啊你干嘛呀？你是干嘛呢？您这老头吧，岁数大嘛。您这学的太夸张，没法瞧了，是稍微搂着点啊，搂着点。还这干嘛现原形？您这样，我的儿啊！不是，怎么了？谁呀？谁是？您是占便宜来了？怎么了？哪各位都听一上来，我的儿啊！谁说？你爸爸说的，我的儿啊！你想什么美事呢？我这吃着亏呢，我这哪句说了？第一句就说了，我的儿啊，都听见了。人说的是来挣钱啊。来挣钱啊？对呀、啊。是什么意思？你到这说相声给不给你钱啊？就给我五毛钱呀、啊、那不是定金吗？那两块金砖不算呐。你给我了吗？回头不就给你，你不一人拿走了吗？对，没让我叫搭档来。还是的呀。那我怎么说？来挣钱不丢人啊。啊，那对呀、啊、碰打鼻梁拍胸脯啊。怎么说？就是我呀，你听咱这胸脯喷喷的，你听我这个分分的，你这哦，我这就是我呀。对，没毛病，得硬气。那可不嘛，赚钱来的。哎，再来啊。我的儿啊，就是我呀！你知道我是你爸爸？我不知道，怎么意思啊？您这越来越清楚了啊！这句占便宜了吧？什么占便宜啊？你知道我是你爸爸？谁说的呀？你说，人家说的是你知道市场价吗？这儿怎么了？什么市场价啊？市场价。你说相声不得对外报价吗？啊，得说我多少钱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你们德云社不能都一个价啊？那不行啊！你不能水涨船高啊！啊，得按市场价说的算呀、啊。市场价就不能忘本？对呀、啊啊。那我你就回答人家。我怎么说？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忘。哎，说得好，到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忘。哎，对，对吧？来、哎、来，来，我的儿啊，就是我。你知道我是你爸爸？我怎么听怎么像是我爸爸，怎么听怎么像。到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忘啊！你在外边啊，爹担心你。谢谢您。哎呦，我的好大儿啊！你是我儿子。哎呦，你干嘛？你是我，咱有完吗？各位，摁瓷似的占便宜，是不是？什么就占便宜了哟？你说的，哎呦，我的好大儿啊！人家说的是，哎呦，我们屯里的人啊！我是不是该采耳了？我最近怎么还有东北话这里头？我东北人，我爸不能东北人啊！
哦，哎，什么屯？我们屯里的人呢？我们屯里的人呢？还得这样？对呀。好好，我信了，我信了。那我应该怎么说？你也得拿东北话回他。雷猴啊！雷猴，那还往高隆是不是啊？你行了行了，您可能是冻糊涂了。我是冻糊涂了。东北话，你看给我热坏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死不死？东北话，嗯呐，不，你学这精髓，嗯呐，你太恶心，你看看他这个，你再来一遍，嗯呐，嗯呐，那还得这样，记住了吗？啊，行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不行啊。啊，这么着，咱打头来一遍吧。打头来啊，好不好？行，又扣上了。来来来，好，别摘别摘。好，不摘。卖，一米八，走。好嘞，来来来，戴好了啊。老叔，你儿子找到了，这孩子特别拧，但是没闯祸，没往远处跑。孩子叛逆，多教育教育就好了啊。回头让他给你道个歉。我的儿啊，就是我。你知道我是你爸爸，到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忘啊！行了，回来呀、啊，就是一家人了。您放心，我哪儿也不去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大儿啊！嗯呐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过来。你们这相声演员都是武打片儿的，你先等会儿。怎么地了？这是各位都瞧清楚了，一上来这孙子就开始占我便宜啊，找儿子来了啊！你不摸着良心问问你们家有这基因吗？生得出来这么漂亮的儿子吗？你亏不亏心啊？你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明白了，说你撒手。我没上手啊！你说怎么回事？我爸爸病了。你爸爸病了，我爸爸他停，谁让你放这么煽情的音乐了，还放得这么晚，一小时掐死啊，太讨厌了。像就讨厌煽情。不，你甭说，不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就是我爸爸病了啊，然后呢，岁数有点大，就是有点糊涂，有点那个阿尔兹海默症那个前兆，他的记忆啊，就停留在我小时候不懂事离家出走那个状态，就以为自个儿子丢了。那天就电视里边放逗笑社，他非说你是他儿子。非要上电视里边找儿子去，对，那进得去吗？那个屏幕都干碎了，家里拦不住啊，就跟那闹、啊、实在我是没招了，这不才出此下策，让您给他当个儿子帮帮我的忙吗？这不是，哎呦喂，您早说呀，绕这一大圈，您早说，我早答应了，没别的辙了吗？是我答应您了。你真答应了？当然了，这出于自己一片孝心呀，我们各位应该向您去学习。金砖我不要了，那我也没有，那骗您的，我一猜他就没有，真没有这、啊，我不要了。那演出费一分钱不要，真的真的，我可跟我妈说了，这事儿要钱我还是人吗？王九龙不要钱，不要钱，真不要钱，不要钱。那兜里得五毛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又想起来了，刚才二位给您说了一段啊，下去休息一下，刚最后还升华了一下。接下来这段由张九南、张鹤伦二位给您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掌声有请。哎呀，我们哥俩一上来这个欢呼声啊，比别人少了好长时间呀、啊，非常开心啊！大伙都认识旁边这位吧？哎，大哥看到了吗？那头排这个玩命喊着不认识，这是我师哥，大伙都认识他，嗯，也都喜欢他。我相信今天的欢呼声、掌声不是给我的，都是给他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祝你们再喜欢他，今天他只是一个捧哏的，没有我，他今天什么也来不了，知道吗？谁说的？我可以逗哏啊，可以说单口啊。
你单口你说什么？你单口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。这都是我的东西啊。什么叫你的东西？定场诗你的东西？谁不这张九那定场诗小王子啊？哎呦，我是定场诗父皇。行，你们就这样，对不对？既然这样啊，我不演了。哟，怎么今儿你个排练过了是吗？好，那是我不演，我真走。拜拜。咋又难了？好，我走之前我说最后一句话。好，什么？你没身份就能拦住我了吗？这你要这么的，你有什么遗言你先留下，我们听听。你说他60了还这么使吗？最起码来说，在舞台上他这个呈现状态符合他，观众也认头，你就没有什么对不对的。等他以后上岁数了，他累了，他就不这么干了。这会儿你拦着他，希望他像90岁的相声泰斗那样表演，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。允许，是吧？百花齐放，但是我们看着是累啊。好好的行吗？好好的说说。我跟大伙儿熟悉一下，对不对？这熟悉的过程好长哦。接下来我们要说相声了。哇，他这么惊悚。我们是有主题的呢。我都没想到。我们哥俩都没有想到啊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三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么快入活了。因为中间我没有写其他的文章。其实你说这个三啊，刚才每个师兄弟都演了。对了，虽然说演的都不怎么样啊，但是来说。确实不怎么样。我研究了三是什么？三什么呀？三方关系。对了，比如《三国演义》，对，还有三阳开泰。再说一个，三打白骨精。就那点墨水没了吧，宝贝儿？第三季没你。你们以为他是导演呢？他是导演，第一季能那么惨吗？这个小游轮，哎呦，最起码我还第一季还有我。我研究的不是您这些，哪些？每个家庭里都有三方关系，这是实话。咱就说我们家吧，啊，就三方关系。哪三方呢？那我跟我媳妇的啊，我媳妇跟我妈的，哦，还有我妈跟我爸的，这几个关系怎么了？这三方关系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呀，天天打呀，比咱们打的还狠呢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咱们这家里边就是天天，家里边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我们家这个经特别难念呀。有多难念啊？相当难念。你别老这样，好好说。行了，咱就说，先说我媳妇跟我的关系。怎么了？我媳妇蛮横不讲理，哇，天天就吵架，所以造就你这样的性格。我也是在家不敢吱声啊，来外头我算撒了法子呀。我跟你说，我跟我媳妇啊，就说我媳妇有点事没点事都能吵架。是吗？正常的男的你都哄不好他。那是你不会哄，你天天就这性格，哪个女孩你能哄好啊？老怼人家能哄好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呢？那你是不会哄，我要我就能哄好。行，咱俩在这扮演一回好不好？什么叫扮演一回？咱演一回我跟我媳妇日常吵架的这个感觉，你就看你哄得好哄不好。怎么演法？我听听。我演我媳妇儿，你呢就给你一个荣耀的时刻。什么意思？你演张九南。你那意思我演你？对，完你演你媳妇儿。对，好不好？我的天，那你媳妇儿长得哇也太微妙了吧。就这么演，大伙儿看看。行，开始了啊啊！这个，我是你媳妇儿。好，我主驾驶，你副驾驶。行，开始啊，开始。哎，老公，别看，往前开。老公，不是，别说话，开车呢。不是，那我怎么踩油门这车不走啊？手刹。对呀，拉手刹呀。这都不懂。那个女的是谁呀？车上还有第三个女的吗？没有，那是你。你给我下来！车窗没关，人家这不旁边的司机吗？人家都看出来了。那为什么你不搭理我，而搭理他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我帮你去追他。嘿，他要娶你。我说什么？我没说这，我就告诉你拉手刹。你再说一遍，拉手刹，把手刹撒开。你为什么跟我说话？这个态度啊，
不是，我跟你说话应该什么态度？正常态度吗？跟我急什么？我哪儿跟你急了？那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爱我了，所以爱是会消失的，对吗？哎呦，我就说一个松手刹，松什么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吼我呀？我没吼你啊。你特别不耐烦吧？我哪儿就不耐烦了？我是跟你结婚，不是跟你讲道理。我的离这是我们家最初级别的打架，还有什么更高级的呀？还有打得更狠的呀。什么呀？我媳妇跟我妈呀。你媳妇跟你妈，这个你各位是知道的。中华五千年，自古这个婆媳关系它就很微妙。哎，对了，老话都说嘛，啊，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一辈子解不开的冤家呀。对了，你看，哎，但是你啊，你就是你奶奶，就是你妈吧？我妈，你妈跟你儿媳妇关系就会特别好。我妈跟我儿媳妇关系会特好。对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你是盼着我们家一天都不安静啊？我琢磨是这样的，不说我儿媳妇儿，就说我媳妇儿跟我妈啊，见天吵架。怎么吵？其实原因很简单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老人啊嫌我媳妇儿啊穿的少。老人都有这种观念。其实您看现在大姑娘小媳妇儿，大伙儿为了爱美，夏天为了凉快，穿的少点正常。对，很平常嘛。那我妈就不行，非得呲儿的几句就吵起来了。就这个吵？对啊。哦，行，还是很少见这个。咱们再学一回，再来一回这个。哎，您呢？扮演我妈。我扮演你妈也不像啊。怎么不像啊？就非得扮演你妈。您扮演我妈，好吧，我扮演我媳妇儿，就是因为穿的少去，其实就很正常的穿着。这么简单的剧情，吵起来了，可以来一回，来一回，好不好？这事儿很常见。开始了啊，那现在我就是我媳妇了。开始啊，就是我妈。妈，那个我出去啊，出去一会儿我就回来啊。看看。看看，妈鸟输液呀，妈！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出去啊？这不七点半吗？七点半，大晚上干嘛呀？这是游泳去啊？不是，怎么是游泳去啊？啊，不游泳怎么不穿裤子呀？怎么没穿裤子？这不穿着吗？上衣太长了，挡上了。二，一分裤也算裤子呀？您怎么说？什么叫一分裤？这叫超短裤。我以为是勒个裤腰带就要出去呢。超短裤，年轻姑娘都这么穿。大半夜的，晚上七八点钟出去什么夜跑？跑步给谁看呢？啊，给鬼看呢？丢不丢人呢？是是，您穿的不少，鬼都不看。谁说的？怎么？你爸就爱看我。哎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出来瞧瞧吧。又怎么了？你看看，就要出去，我说什么都不听，气死我了！行了，别生气了，我在里边都听见了，不就是夜跑吗？现在您听着了，你不早出来，非得让他媳妇给我气死，是不是？听着你不早出来啊？啊，我这不是出来了吗？宝贝儿，行了，你给我少来这套，知道吗？啊，管管呐！我在里边都听见了，行，呀，走了，你这不管就走了，不管你就走了是吗？啊，怎么了？我错了是吗？我错了是吗？现在年轻人穿的不很正常吗？你急什么？我影响你们家庭和谐了，我红颜祸水了。你笑什么？我这是哭呢，我什么时候笑了？哇，咱俩结婚多少年了啊？四十年了。是，我说过一句我累了吗？我没有。怎么了？我也没说什么呀。还没说什么？还要说什么呀？哎呀，别碰我！怎么碰都不让碰了啊？所以。爱会消失，对吗？哎呀，把自己恶心坏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占用您各位的时间。哎呀，这恶心。接下来是孟鹤堂、周九良为您带来表演。
哎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啊。哎哎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是张九南，知道吗？怎么上来拖拉机了？这个刚才啊是九南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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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深圳的观众太热情了，没说了。那个，咱们接着。不是有人管没人管啊？这个，我这，停，打住，站住！你不是你干嘛来的呀？不好意思，说相声呢。我这对啊，我给大伙儿说相声，大伙儿很欢迎。你这搅和我？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说相声，我实在是太着急了。您着什么事儿那么着急？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个导演。您是导演啊？对。什么导演啊？是综艺导演还是电影导演还是话剧导演？导演多了都不对啊，我是电视剧导演。你们谁听明白了能告诉我吗？您是什么电视剧导演呢？哦，那我也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啊，您好，我是相声演员。你这个嘴里肯定有点什么毛病，你没看过吧？谁嘴里有毛病啊？不是，我是电视剧导演，这能说上来呀？全是他们给我气的。哟，谁气您了？前段时间啊，有人找我去拍一部戏，《西游记》，大伙都知道吧？《西游记》让我去导。好。导戏，认真对待啊，一定要严肃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《西游记》啊，它是四大名著之一，非常的经典，每个人物啊都深入人心，一定要认真对待。刚说一句《西游记》，你在那叭叭，你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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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完了你？怎么着？我这喂猪呢是吗？我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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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不知道经典，我还不知道提醒你，我还不知道他，哎呀，阻力太大。什么阻力？你就拿那天来说吧。我们刚拍到哪儿啊？三打白骨精，经典回目。这场戏，孙悟空威亚都吊起来了，在空中吊起来，还有威亚。哦，师傅，此处山势险境，咱们还是多加小心呐。悟空，悟空，人物深入人心啊。师傅腹内饥饿，快去化些斋饭可好啊？停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你们这是啊？干什么呢？你们这是？不是不是，你拍的什么玩意儿？这谁呀？这是啊？我谁？你干嘛的呀？你拍什么玩意儿？拍电视剧啊？什么电视剧啊？《西游记》呀？拿嘴拍呀？啊？吊着威亚呢？不拿钱呢？有钱呀？那我们的钱干啥的呀？不是你不得从我们的赞助商给你们整钱吗？我是那么横的，赞助商这位啊，你拍完拍半天咋的？我们宣传呢，你宣传什么呀？我们产品呢？您是什么产品？什么产品不知道？西天牌越野摩托啊！啊，那广告语不都发给你们了吗？什么广告？西天牌越野摩托，带你体会不一样的人生。走啊，上西天呢、啊，加上啊，啊。就是骑着西天越野摩托上西天，怎么办？这没法加呀！加呀，你得加呀！你不加人撤资了怎么办？你拍不了了。那会儿有摩托车吗？加，重拍。来，这场重拍啊！工作人员，三打白骨精，一场二次开始。哦，师傅，此处山势险境，道路崎岖。哦。多亏了我有西天牌越野摩托，西天牌越野摩托带你体会不一样的人生。走啊，来呀，师傅，上西天呐！悟空，为师腹内饥饿，快去讨些斋饭来可好啊？这就是强行植入，说完就完了。干数吗呢？你们怎么又来一个？干数吗呢？这位什么呀？你们拍的这是数吗呀？这位怎么那么味儿啊？他们那个摩托都能上，我们这个产品怎么了？我们这个东西呢？不是您是什么东西？
你是什么东西？不是，不是，您是什么产品？什么？我们这是产品。嗯，吃饱了撑的盘营养代餐，那广告语不都发给你们了吗？吃饱了撑的盘营养代餐，我好喜欢。你加上啊，这位纯属吃饱撑的，怎么办？加吧，这也能加啊？重拍，重拍，来，重拍了。三打白骨精，一场三次，开始。哦，师傅，此处山势险境，道路崎岖。哦，幸亏我有着西天牌越野摩托，西天牌越野摩托带你体会不一样的人生。走啊，师傅，上西天呢？上了三回西天了。悟空，可是为师肚内饥饿，快去讨些斋饭来可好？师傅，你看他。哦，这是吃饱了撑的盘营养代餐。哦，我好喜欢。这都没法看了，这都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啊？怎么又来一位啊？拍的什么呀？这是《西游记》。你们这是拍的什么？您要加什么产品？我给你们拿钱就是让你们来搞这个的吗？哟，是让你们搞艺术的。嘿，啊，就拍这个植入广告吗？当初你们说拍《西游记》，我们才投的钱。哟。我们给的钱少吗？不少不少。这位是有情怀的赞助商。好，那我们的产品呢？刚夸完呀。您是什么产品？什么产品？你先别问什么产品啊。作为导演来说，我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。您要干什么？开会。来，开会，咱们讨论讨论这个事儿。嗯，全组停工，长达2小时的会议之后，哟，最终决定了什么？所有的广告全不要，全部加上，全部加上，全部加上，不如全都要，全都加上，全要，全要，所有广告全要，嗯，全部要，全要，对他那个布，很容易跟那个布，对对对，都加上，不加不行，人撤资，你这戏没法拍了。多少广告啊？一共30多个吧，那么些个呀？气死我了！那你也得拍呀，这怎么拍呀？怎么拍？那个热闹，我自己一个人呈现不了，你得帮帮我。啊，我，你得帮我，这个你帮我来俩角色，是谁？你来一猪八戒，你再来一个唐僧，好不好？我来孙悟空，来沙僧，咱们呈现一下，让大家伙看看我们这戏怎么拍的。但是你们这个台词我都没有啊。没台词没有没关系，我这都带着呢。来，快，赶紧背，抓紧时间背啊！接下来我们就呈现一下我们剧组现场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这比我工资条都长啊！来，大家准备开始了啊！哎。西游记三打白骨精，一场四次，开始。哦，师傅，此处山势险境，道路崎岖。哦，多亏了我有西天牌越野摩托，西天牌越野摩托带你体会不一样的人生。师傅，走上西天呐！哎呀，悟空。哦，师傅，为师腹内饥饿，可否讨些斋饭来？师傅，你看。哦，这是吃饱了撑的盘营养代餐。哇哦哇哦，为师好喜欢。师父，大师兄说的对呀、啊，对对对，真实惠。花拉盘玻璃杯怎么摔都不碎。二师兄，你说呢？我。俺老朱庸。低德导航，看了一眼，南山有一片野果子。哦，二师弟，这低德导航定位可准呢、啊？好哥，这低德导航就是准。哈哈哈！呆子，我早就用千里眼牌望远镜看过了，南山有一片野果子牌面包，我这就用咔哧牌剪子去摘一些来，放在贼能装牌行李箱带回来，你说怎么样啊？啊！悟空，快去快回，为师要用照眼睛牌眼罩睡一会儿。二位师弟，保护好师父。看我用这温暖牌暖水管做的金箍了棒，在地上给你们画上这么一个瘦身牌呼啦圈，可不要出圈哦。
是的，龙哥，放心吧，俺老猪是壮壮养猪场出品精品瘦肉猪，加上我丰收牌农用耙，保证万无一失啊！肾好，肾好，要想肾好，就吃大枣，红枣牌大枣品，让你永远肾都好。俺老孙去也，都，怎么还有白龙马呢？白龙马这还有广告呢，别加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快打住啊！这个广告词给他撕了，赶紧是撕了以后拽你脸上，你知道吗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啊？这我糟改，三打白骨精，白骨精没出来呢，全是广告。你别告诉我白骨精也有广告，壮骨粉是不是？还真不是白骨精，是白白霜。你快气死我了！就你是导演，你是导演，明白吗？啊？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好的作品，影视作品，就是毁在你们这些人手里了。啊，人赞助商赞助了钱，给人做做宣传，打打广告，适可而止。你自己得明白呀。我明白啊，我太明白了。这个二十几年前同类的作品很多，哎，那会儿还挺好，观众挺爱看。对，因为那时候他有这类似的东西，现在没有。包括那些个耳熟能详的广告，哎，照着一说，观众也乐了。我总算知道了，对，为什么人过去人家那个影视作品啊？拍摄手法单一，啊，制作粗糙，人家还能拍出经典作品，为什么？人家目标纯粹，目的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。嗯，现在怎么样？太复杂了。哦，所以说我决定他们那戏我不拍了。你不拍了？我自己投资自己拍，别的不拍，就拍这三打白骨精。好，哎，我还邀请你唱我们这三打白骨精的主题曲。那没问题。不光唱主题曲啊，我们还邀请你来演一个角色。人我不行，刚才呀、咱这闹着玩，我要真格的我还真不行。你不挺好的吗？我就不会演戏。没事，没关系啊，简单 啊，就一句词儿。什么词儿啊？我是白龙马呀。不是，快回来，怎么了？哪儿就走了啊？主题曲还没唱呢。哦，对，还有主题曲，你会吗？我会呀。那没问题了，音响师抓个 B。呀呀呀呀，任凭妖魔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摇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。哎哎，唐僧到西天要去取经， AKA 金蝉子说唱精英，身骑着白龙马特别的帅气，他要带三个徒弟一起去往外地，只因为白骨精他是一个奇葩，喜欢吃唐僧肉，孤独的美食家，于是他 cosplay 角色不停变换，孙悟空把他打到三次不会厌倦，可惜唐僧的中计把悟空误会了，师徒之间不信任怎么共同富贵呢？孙悟空不计前嫌去把师父营救，师徒四人一起去往西天功成名就，任凭妖魔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摇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。哎哎，九九八十一难，沙僧猪八戒的期盼，还有师徒间的羁绊，所以根本不留遗憾的准备背水一战。你也不看看这里是谁，这是齐天大圣，什么妖魔鬼怪魑魅魍魉邪不压正，实在的强有着石头的娘，担着沉重的墙，大闹天宫的狂，哎，冰冰棒棒，妖怪你往哪里走，叮叮当当，美猴王没有敌手，又最厉害的还是定海神针，他不是孙猴，你才是猴孙，夜夜在此能够让你飞了，说唱 Remax 快般的配合，击溃他们那些相声界的飞和 MI 兔子 HAH 兔子 T、任凭妖魔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
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要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。我们今天的竞演到这儿就结束了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这是第九期的全部内容，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来宾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啊！哎，来到深圳很开心啊！多好啊！还真热啊！是，刚凉快凉快，北京，北京好容易凉快下来啊！到这儿说三十来度哈，啊，你们肯定是习惯了在这儿啊！谢谢吧，这个窦骁说一站一站往前走，对。终于来到深圳了，这也是我们最后的一站。哎，对，然后最后两期啊，对，半决赛、总决赛是都在这个深圳这录，很开心啊。刚才我一直在后边，我一直在通过那电视来看现场啊。我觉得今儿现场观众是最好的，太热情了，真是啊！跟着一块儿鼓掌，一块儿笑，一块儿搭下茬儿。玩得很开心，这一看就是你们没怎么听过相声，知道吗？啊，等之后有时间了，我希望德云社上深圳来搞几场演出啊，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啊！嗯嗯，谁叫唤的？他，一定是张九南是吧？我你过来啊！师傅。累不累？演兴奋了是吧？啊，我看着我都累得很。我跟于老师坐后边看，我们说，哎呀，也不知他六十岁之后在台上是不是？行，快回去吧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秦霄贤，哎，来，这都是你的粉丝吗？也不都是，都谁不是？你告诉我。都我没掉啥呢。啊，你给大伙儿唱两句吧啊，来。想听点什么？啊，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？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？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。行了，可以了，别走啊！这个要惩罚呀，还是要奖励啊？我也都喜欢吃惩罚，你挑一个啊！哇，你们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啊！可以惩罚？惩罚是吧？啊，把这纸剪了。哎，得嘞！太好了啊！来，贺伦来，快来！给大伙儿唱两句，听说出新歌了，小娟是吧？来。小娟儿啊，小娟儿，你在哪边儿？咱家的酸菜已满缸眼儿。小娟儿啊，小娟儿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俩用脚一起唱的那一段儿。哎呀，我的天儿啊！哈哈，栾云平。不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吗？栾哥昨天练了一首歌，这个真的，既然到我了吧，啊，我就简单说两句啊。走，讲话我用你啊，什么？来，何九华来，有人喊你了，给大伙儿唱一个什么？哎，给大伙儿说句粤语吧。好呀，哎，粤语，嗯，好。胡啊！哦，你二哥在这儿了啊！来，两位孙先生，快来啊！来，快来！哎，爷爷，客气，来，唱两句。可以啊，来唱两句。来，不是不求了，我唱两句四块五吧，好吗？四块五。天黑了，你很有车。
啊，不错不错不错啊。行走在凌晨两点的马路上，我疲倦的拿着半盒黄鹤楼，谢谢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啊？谢谢深圳的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喜欢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啊！我们好好说相声，让大家快乐。这个今天来现场这100位观众啊，您还有工作呢，啊，你们手里有蹦儿，待会儿得给我们投这个蹦儿。每一个蹦儿都代表您对演员的喜爱，也决定他们最后的成绩如何啊！谢谢各位，好，我们开始投蹦儿了，谢谢。可能是我近两个月来笑的最多的一次，我觉得非常有活力，这些传统的文化给我的这个震撼和快乐还是挺多的。我觉得大爷跟南玉萍演的关公那一段挺好的。我是觉得秦霄贤那组比较好，那个节奏和点每一下都会打到观众的心上，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。哎呀，今天好开心啊。好吧，在公布之前呢，我有几有说明要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你们都听着啊，差一个字可能会影响啊。今天是踢馆赛，是的，一共仨字对吧？踢馆赛，好，大家都记住了吧？记住了啊，太棒了，聪明啊！如果公布结果之后，踢馆队的点分能够得到第一名的成绩，那么踢馆队中得分最高的一对演员就将替换掉。点分最低一队中得分最低的一队演员，哼，了不得了！于老师，请重复一遍，您再说一遍。哎呀，所以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要先公布另外两支队伍的成绩，哦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要开始了啊！我们现在来这边啊，来，来来来，来，刘孙婷，哎，爷爷，悬的这个，我这个悬的。好家伙，行了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慢点，慢点。这一看在大车店给人叠过被窝啊。都回去，这个东西不能轻易让人看见啊，万一谁咬半拉也是事儿啊！天哪啊，这个今天这个成绩是想不到的啊！来吧，咱们清点一下吧哈！来，孟鹤堂实数83，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！周九良实数50，嘿嘿，栾云平大爷66，曹鹤阳实数31，哎呀，我太感动了，我就张鹤伦实数96，哇！张九南师叔77，赵炳师叔28，王九龙师叔18，哎，这不81吗？这不是，嘎调都出来了。我爱听他这嗓子，太好了啊！这个分数大家都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满意，满意。另外要说一下，本场那个提成券可没有了啊，那个没有了这一场啊。对，然后看看我跟于老师的这两块小黑板啊，来。这块板是我的啊，我今天没有给任何人减分啊，没有啊，半决赛了，讨个吉利啊！看看于老师这个，哎，同样也是讨吉利。杨九郎、张九龄、栾云平、曹鹤阳，我们请于老师说一下为什么要给他们加分？哎，九龄，啊，他们哥俩那活，我觉得从本子上就是比较完整，而且两个人的状态都在很短的时间能排到这么腻乎。不容易，今天这个值得表扬，所以给你们一个人加了，每人都加了一分。谢谢师傅，还给谁加分了呢？给栾云平还有这个曹鹤阳。哦，是因为您给他们敲脱了吗？不是，栾云平，作为一个捧哏演员，站到桌子外边，我觉得，非常的沉稳，能显出来这个右弓啊，这个击弓砸得比较瓷实。包括小四啊，他也是整个这个，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很深刻。行了，咱们干点正事吧。好，本场演出啊，一共有93名观众参与投这个蹦儿，我们一共收到了钢蹦是556枚。孟鹤堂队，孟鹤堂83蹦，周九良50蹦，栾云平72.6蹦，曹鹤阳34.1蹦，总分是239.7。张鹤伦队。轮96蹦，九男77蹦，丙28蹦，九龙18蹦，总分219。好，这个都听明白了吧？没有异议了啊！来，我们看一下踢馆队的成绩。秦霄贤师叔30，何九华师叔20，张九龄师叔31，杨九郎师叔26。踢馆队的总分112.7，三队的排名其实已经都出来了啊。
你们自己不说了哈。哎，拜拜，师傅。再见。还真客气。哎，我要表扬你啊！你到现在为止，整个这一赛季过来，你见长了。谢谢师傅。真的见长了，少爷。嗯。哎，他知道谢谢我了。这句是整季最开心的。哎，很好。来吧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，排名啊。排名第一的是梦队。哦。哇。我们第排名第二的是轮队，排名第三的是秦队。那么秦队踢馆失败，感慨不感慨？感慨。好，想不想把作品写好？想啊。我告诉你窍门啊，局多事多，熬夜多，养生多多鼓励多，多多鼓励鼓励多。由谷物牛奶内行品牌鼓励多冠名的德云逗笑社，本期获胜的队伍是孟鹤堂队。来吧，喝吧，真是，哎呦哎呦，羞涩啊！哎，喝吧，嗯，喝点褶着羞脸，哎呀哎呀，喝好，喝了，行了行了，好家伙，太开心了啊！好吧，各位，决赛的人员已经产生了啊，这个钢蹦男孩要从中，要就蹦出来了是吧？哎呀，好开心，哎呀，这都等不了了啊！好吧，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各位再接再厉，努力。这场三国大战啊，是打了个酣畅淋漓啊，踢馆赛终于又是告一段落。说起来啊，时间过得还真叫快，一眨眼的功夫啊，咱们这一个夏天啊就快过去了。众人啊，为了成为钢蹦男孩，那真是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眼看着决赛在即，不知师傅啊，他还有什么考验？这钢蹦男孩的桂冠到底是花落谁家呢？列位啊，且听咱们下回分解。今天是最后一期收割了啊，要跟路人做一个互动，送欢乐吗？对不对？他是我爸，你赶紧走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一上来就乐了，这这这这，这里立的，这这这这，往前走。咱俩 pose 一个来，来 pose 一个。我实话说，我拉不下脸来。你给他扮一鬼脸。嗯，小宝贝儿，我们是拍深圳当地特色美食的。愣骗！你好，他不像好人。有段时间我手机被别人偷走了。他是有什么计谋是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谁让你把泵给谁了？我现在身上有巨款。坏了，完了，坏了，坏了！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你我哥错了。举多事儿，多熬夜，多养生，多多鼓励多。本节目由谷物牛奶内行品牌鼓励多冠名播出。哎，九零，哎，让我们来一起感谢一下一直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吧。那太应该了，那咱俩比比吧，看谁感谢观众感谢的好。是是，你来来。谢谢大家一直观看我们的节目。要我说呀，九龙这样感谢就不行了，他这样太凶了，吓得观众。你看我这个，谢谢观众朋友们。您一定要收看由鼓励多冠名的德云逗笑社第二季，我们德云社全体演员等着您哦。8月20日起，德云逗笑社第二季腾讯视频每周五、周日20点双播，会员抢先看24小时；每周六德云社演员连麦直播陪你聊；每周一20点看逗笑社相声全记录，会员一次性看整期，非会员每天免费看一个相声作品；每周三12点看德云下班后，每周四12点看德云限定营业中。锁定腾讯视频，每天都有新内容。关注德云逗笑社、德云逗笑社相声机位、德云三叉戟腾讯视频创作号、微信视频号、腾讯微视三端账号，收获节目一手好料。打开腾讯视频，德云逗笑社第二季专属页面还有德云老爷们儿集合了，德云高质量笑点、德云哥哥朋友圈、德云整花活等超多栏目，让你一次笑个够。德云逗笑社第二季云首发相声大会，10月24日晚8点，腾讯视频会员。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，大屏观看更畅快，点击播放框架的讨论区，看看小伙伴们都在聊什么。德云逗笑社专属福利不定期掉落，加入钢镚男孩们的 Doki 圈，在你们的小剧场敞开聊吧。想要会员，快来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参与抽奖，首次关注更有可能获得31天会员。腾讯极光盒子超清画质，狂野性能，畅听德云逗笑社，纯享相声，爆笑逗乐，欢乐不停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新浪综艺。特别感谢腾讯娱乐、腾讯新闻、新浪新闻、网易新闻、网易号、界面新闻、澎湃新闻、北京头条。
扎克新闻，微博幽默，微博相声曲艺，中式幽默，微博艺术大师，知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